我已习惯在往事中藏身，我的心如止水无波无纹，但是缀满了伤痕，没有人愿做挥霍青春的人。 就是我真实的爱人，等待今天与我靠近，熟悉的眼神和疑问，不用说也不用问，你就是我永远的爱人，等待今天与我相认，注定的时间和缘分。 共度一生永不分，走过千山万水寂寞红尘，寻找那个有缘人。我已习惯在往事中藏身，我的心如止水无波无纹，但是缀满了。
青衣十三楼总楼主陈世元，沈公子，你好大的面子，居然要劳动老夫御驾亲征，才能制服得了你呀？制服我？言之过早了吧？沈玉门，你这次一口气杀了我们青衣十三楼的九个分楼楼主，还破了我们流星锦羽川云三个大阵，此仇不共戴天。 你现在交付出代价了。青衣楼作恶多端，是武林公敌。我身为武林盟主，恨不得把你们赶尽杀绝。<笑>什么武林盟主？是谁封你的？当年嵩山论武，少林、武当等九大门派掌门人公认我沈玉门天下第一。难道这四个字是假的吗？ 假倒是假不了，九大门派确实听从你金陵美绝林沈家的号令，但是没有我们青衣楼的承认，你手里的那块牌子，就跟说书人手里拿的那块响板差不多。<笑>我金陵沈家纵横天下，未逢敌手，死在这柄胭脂宝刀下的高手，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你们是什么东西？ 你敢跟我抗衡？四道临头，还敢跟我说大话？嗯，沈家是以刀闻名，我陈某人也是以刀横行的。今天咱们就不妨来较量较量，看是你的胭脂宝刀厉害，还是我的飞镰大砍刀锋利。任何人都不许插手。
怎么样？再找找。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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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先进去再说，小二带路。哎，是，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确实是很有天分，别人15年才能出师，你10年就办到了。我杜老道教了这么多徒弟，还没有一个像你学的这么快的。多亏师父教导有方，我们师父不愧为扬州第一名厨。这道八宝肥鹅是你出师做的第一道菜，你自己把它端出去。京城来的御史老爷由知府老爷陪着，等候多时了。哎，小梦，等一下御史老爷吃满口生津，你要多讨点赏钱哦。对，快去啊！加油啊，小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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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间，你快看呢。这人怎么这么像？来，经理。给您斟酒。好，来来来。今天我虽然是客人，知府大人，我也要敬您一杯啊！好好，来喝。来，敬知府大人一杯。好，喝喝喝。嗯。来，实在。真是。来来来，别客气啊。等等，御史大人，我这道菜不是这样吃的。请。好可爱啊。妙啊，这道菜构思得如此的奇妙啊。好看呀、啊、真是妙啊。对不起，御史大人，我这道菜要吃的并不是鹅肚子里面的小鹅。鹅香丝丝入味，糯米黏而不粘，绝绝！哎，赏！多谢御史大人错爱。你是杜老道的徒弟？启禀知府大人，小的正是杜师傅的入门弟子。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叫我快刀小孟。我本来只管切菜，切了整整七年的菜。师父见我还能学点，才教我烹饪的功夫。小的全名叫孟小花。他不姓沈，姓孟，真是怪事。两个人没有半点关系，怎么会长得这么像呢？连二少爷沈玉虎都没有他这么像。是啊，武林有救了。几位客官，不好意思，本店已经打烊了，明天请早吧。我们已经吃过了，一品居的菜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啊、我们一品居号称扬州第一，当然不会让客人失望了。是啊是啊，真的很好吃耶。嗯，好吧，那就谢谢各位金口，不过再好吃也得等明天呢，请。不、哦、你误会了，我们是来找你的。找我？找我干什么？水仙。请坐。哎，各位，你们的美意小弟心领了，我是不会随便跳槽的。一品居对我来讲太有感情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一品居的。孟师傅，我问你，你想不想做武林盟主？盟主，煮东西当然是要蒙着煮才会熟透哦。哎呀，笨蛋，是武林的盟主，盟主你懂吧？就是最大的那一个。对，最大的那个我懂啊。那武林，武林是什么东西啊？哎呀，士人有士林，武人当然就有武林了。我看你们搞错了吧，我是厨师，什么武人不武人的。我们知道你不会武，没有关系，一样可以做武林盟主。坦白说，我今天刚刚出师，大好前程就展开在我的面前了。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睡，明天我有的忙了，对不起啊。为什么这么绝情嘛？我叫水仙，她叫牡丹，我们都是您的丫头，只要您愿意当武林盟主，我们就一辈子伺候你。是啊，你的菜做得这么好吃，以后我们都有口福了。两位小姐，你们别开玩笑了，我是苦命人，
自幼父母双亡，哪有福气受两位的照顾？再说你们两位美若天仙，怎么可能是丫头呢？邓公子，你真会说话。那我可以走了吧？哎，不可以！哎，你们这些人，你们是有病还是怎么样？我正想问你，是不是你有什么毛病啊？这种好运，别人盼都盼不到，你还尽往门外退？你要知道，身为武林盟主，可以号令天下群雄，而且一辈子锦衣玉食，美人围绕，你干嘛在这里干成天吸油烟的厨子呢？当武林盟主真有这么好啊？当然。可是我还是最爱煮菜，对不起。神医梅大先生，我是金陵沈家的大总管石宝山。金陵沈家，梅大夫，快！是沈盟主，他怎么了？实不相瞒，他不是我家主人。石总管，你说笑了。不是沈盟主，他是谁啊？我家主人沈玉门已死，这个人只是长得像而已。什么？沈盟主已死？这可怎么得了？还好，我们找到了这个宝，否则武林必遭大劫。你是说，要这个人假扮沈盟主，喝足青衣楼为非作歹？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方法。此人虽然相貌神似，但还是有些地方需要梅大先生帮忙。只要是我能力所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看这小子皮肤虽然粗糙，可是身上却没有一点伤痕。伤痕？我们家大爷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每一次在醉酒之后喜欢向江湖群雄展示夸耀他的伤痕，而且每一道伤痕的来历都记得一清二楚，如数家珍。我懂了，面目骗得了人，但身体骗不了人，我一定做得跟真的一样。启禀方丈，大事不好了，外间传言金陵沈玉门已被青衣十三楼的陈世元杀死了。手座无名，弟子在，即刻率领十八罗汉赶赴洛阳。沈盟主若还没死，我们便尽全力支援他。是。
了。丫头，大爷身上的这一道伤痕你们大概没有见过，这小腹上的这一记镖痕是我们家大爷当年大战天下第一暗器高手千手如来谢晋所留下来的。这是十年前的事儿啊，当时是被哪种镖射伤的？子母金梭镖，伤口多深呢？大约五寸左右。什么？十八罗汉通通阵亡？哎呦，你们回来啊，你们跑了我怎么办呢？咱们武当可不能这样丢人现眼呢。师兄啊，出家人怎么这么看不开？有武当没武当那还不是一样吗？无心师弟，你不是云游四海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师兄问这么多干嘛？师弟，咱们武当就属你武功最高，你快拿个主意，这事儿该怎么办呢？这武山师兄啊，别指望我啊，我已经好久不跟人家打架了。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青衣楼席卷武林不成吗？这就叫在劫难逃啊。师弟，你真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吴晨身为第七代掌门，不能这么没有种。哎呀，师兄到底是有办法呀。哎，掌门人不是当假的吗？师兄到哪里去啊？我肩负着延续武当香火的重任，不可轻易牺牲性命，我要另外找个地方另起炉灶，把武当发扬光大。到哪里去另起炉灶啊？听说海南岛不错，我先勘察一下。哦，海南岛？师兄师兄别走啊。哎呀，都是些没用的货色，沈玉门一死，正派武林全玩完了，完蛋透顶。水仙姑娘，想不到你小小年纪茶艺竟然是如此之高。您不知道，水仙姐姐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茶艺花艺样样都来的。你少贫嘴了。石总管，那小子的伤痕已经结疤了，事不宜迟，我们尽早趁夜赶路。我已经雇了一辆大车在外面等着。梅大夫，谢了。水仙姑娘，今天有幸能喝到你泡的茶，总算不虚此生。梅大先生，您说的这是什么话？你要是喜欢的话，以后我随时都能泡给您喝。先生危险了，青衣楼的人一定会去找他的。水星，你懂不懂？梅大先生就是要以他的死来取信于青衣楼。什么？这孔曰成人，孟云取义。梅大先生此生可谓恕祭无愧了。但是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啊。师父，我们马上回去。你给我闭嘴，这是何等的大事，此时此刻怎么能够心存妇人之仁？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跟沈大爷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这是老天爷在帮我们的忙啊。只要想破坏这个计划，
我石宝山第一个跟他拼命。少林元气已经大伤，武当已作鸟兽散，剩下来的青城、峨眉、华山、昆仑、南海阔苍、五台等派都已经是些小鼻子小眼睛的不足为虑了，再过三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可以一统天下了。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在袭杀沈玉门，那一仗打得真是太漂亮了。可咱们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十三楼被他挑了九楼，要不是总楼主武功盖世，恐怕我们也是凶多吉少啊。属下倒是有点担心。你担心什么？沈玉门身受重伤而逃，十之八九活命无望，但咱们到底还是没见到他的尸体，属下这是怕万一。你是说沈一梅大先生？你们要找的人早就走了。什么？走了？你可知道我们要找谁？难道不是沈盟主吗？你，沈玉门身负重伤，就算保住了性命，也不可能痊愈的这么快。我们还来得及追上他。沈玉门在哪里？快说！阁下何必这么心急呢？我们喝杯茶。鬼当，不要被笨蛋！哎，可惜了这壶好茶呀！你真以为我会在茶里下毒？太看不起我了！茶乃是人间极品，老朽怎会暴殄天物？我老实告诉你，毒物没有下在茶里，而是下在那儿。快退出去！此毒换作了天崩地裂，只会让人上吐下泻。老朽医好了沈盟主，今生心愿已了。你们青衣楼的这帮妖魔鬼怪，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消息。你这个老混蛋！客官怎么了？哦，他半路上水土不服，不过大夫已经看过了，休息休息就会好的。哦，小二，带几位客官楼上休息。好，就楼上请。爹，那不是沈玉门吗？你拉肚子，拉到腿都站不住了。哪有废物？
掌柜的，使劲上房，快！是是是，你请，你请。快点！请。我们就进去。大家快起来！都是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快走！两个小丫头骗的，好大的胆子！换梅大先生的命来！哼，听说沈玉梅身边的二花臂。莫非就是你们两个？亏你也知道我们的大名。什么沈玉门啊，从来没听说过。兄弟们，沈玉门就藏在这客栈里，给我搜。是。都是你，又坏事了。沈玉门。快走！多谢谢老爷子救命之恩，走。沈玉门被人救走了，快追！仇人，站住！别来无恙吧。你是谁啊？你搞错了，我不是什么盟主。你要是不要命就只管出去。讲这么可怕干什么？我又没有得罪谁，谁会要我的命？沈玉门，你倒真会装疯卖傻。我说过了，你搞错了，我不是什么沈玉门，我叫孟小花，是一品居最有前途的厨师。孟小花，你这个人可真会瞎掰。我没有瞎掰，听说我娘生我的时候就是梦见一朵小花，所以我就叫做……好了，我又不是青衣楼的人，你不必在我面前装分。什么青衣楼啊？鸭子馆啊？哼，什么盟主嘛，简直是无赖。无赖就无赖咯，反正我要走了，我昨天才刚刚出师，大好的前途展开在我面前。御史大人一直夸我的菜好吃。你要我怎么说？你认错人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你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什么时候救我？你为什么打我？你或许不认识我，因为那时候我年纪还小，可是我爹的名字你不会忘记吧？我爹叫做千手如来谢晋。如来？你爹是佛祖啊？那你干嘛凶得跟鬼一样？沈玉门，你还要跟我装蒜到什么时候？当年我爹跟你比武，虽射了你一镖，可是你也砍了他一刀。从那以后，每到下雨的时候，我爹的伤就发作。从那时候我就发誓，见到你就要为我爹报仇。这你就不对了，既然是比武输了，有什么好怨的？你还好意思找人家算账呢？像我们厨房里啊，每一天呢都有人赌博，可是每天都有人输。有一种人呢，每一次输了都不服气，找人家打架算账，这种人最没有毒品，最让人看不起了。你又打我！我，你爹是如来，有没有教你什么叫做礼貌？沈玉门，你给我站住！或许我长得很像什么沈玉门，可是我真的不是他。喂，你看，你的手明明就是握刀的手，
废话，我是个厨子，当然天天握刀了。哼，真的有这么巧吗？好，有个地方你赖不掉，我倒要看一下。什么地方？喂喂，哎，救命啊！给我看一下。哎，不可以，哎，放手，放开我，不可以，我挂了，哎，一定要看，是啊，你。怪了，脱也是你要脱的，脱了你又不敢看。要看，看你个鬼！要看你自己看好了。看什么？你要我看什么？你左腹上的那个疤，就是当年挨我爹一镖的铁证。你还想狡赖？还说你不是沈玉门？什么疤？我哪有什么疤？我啊！啊啊啊啊啊！什么东西啊？哇，怎么这么多啊？完了完了，中毒了中毒了！不不不，中邪了中邪了！一身的毒，什么病毒啊？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你要干什么？闭嘴啊！他们就是秦一如的人。没错，一碰上他们，你准没命。哎，那个沈盟主到底跟他们有什么冤仇啊？他们这样追杀别人，难道官府都不管呢？沈玉门，你还跟我装蒜？你还真是死脑筋哎！如果我真的是什么沈盟主，一定还会打架，对不对？你自己想想看，我从醒来到现在，一共被你打了四个耳光了，我躲都没办法躲，算哪门子盟主啊？啊？你想想看，我说的对不对？莫非？别莫非了，我不信沈，也不会什么武功，放过我吧。怎么可能？那你身上的这些疤是怎么来的？这我也说不清楚啊。我记得我从小到大身上只有一个疤痕，就是我八岁的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子啃了一口。哦，我刚才正要说，莫非那个时候你伤得太重，失去记忆了？我听我爹说过，这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会忘了自己在做什么，忘了自己是谁。可是我爹也说过，要治这种病要在病人的身上狠狠地打一棒。我没有这种病，没有任何病。你不信的话可以到扬州的一米亭去问一下，那里厨房的人呢，全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姐，哼，其实我也很想去，可惜这儿离扬州300里地，本姑娘可没有时间跟你乱跑。什么？我们离扬州这么远了，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刚才我打了你四个耳光，现在我的账已经结了，我要等我爹来把你送回家。回家干嘛？哎，你看你满身都是伤，青衣楼的人又在追杀你，你的人马又散了，不把你送回家怎么可以？那我家在哪里？在名震江湖的金陵梅绝岭。我不要什么梅子岭，也不要什么武林盟主，我只想回我的一品军当我的大厨师，你懂不懂啊？哈，我不懂，我也不会相信。我不当武林盟主也不行啊。问世间情为何物，教人生死相许。问世间几多有情人，终身挽手共此生。问世间情为何物，爱是苦涩也是甜。问世间几多有情人，孤单寂影过一生。爱恨原是早注定，没法解释是缘还是真。